大家好，今日1月1日啦，咁就先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万事胜意，万事胜意，恭喜发财，龙马精神。咁我哋上半部啊，讲翻本地波先啦。系，咁我哋寻日去咗边度啊？系咪寻日？应该就系啦。寻日去咗边度玩啊？我哋都系落旺角度睇下咁样咯。倒数之前啊，倒数之前就系落旺角，就系落呢个旺角场啊，睇呢个省钢杯第一回合，香港就对呢个广东。咁啊，但系就唔系好多人入场，即系始终都系得几千，四千几，冇错。咁所以真系有少少失望嘅，即系冇理由你睇香港对中国嗰阵，就全部人又话扑唔到飞又剩啦，买唔到啦，几万人睇啦。咁結果而家對一對即係次級少少啫，即係廣東隊。咁廣隊又係出次選，咁就即刻跌到得翻4000多人。唔係，其實我覺得唔關出咩人事嘅。唔關咩？咁係關咩事？而係嗰個氣氛過咗咯，可能已經對大部分人嚟講，即係對即撐呢個香港隊嗰、那個忽然球迷完咗啦，係啊，大把啦。唔係，但係忽然球迷黃台陽都有入場嘛。咁你就黃台陽入場好似唔係淨睇波。黃台陽入場係做咩啊？搞事啦！搞事啦！只搞事啊，不系咯，梗系搞事啦。系啊，只搞事啊，不做实事咁就入咗场，咁就拉咗块呢个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嘅 banner， 咁就大家睇翻 Channel I， 咁就有 share 张相啊，而家睇到啦，系啦，咁就系呢个大电视下边啦，不过就冇记，似乎咧就冇记者。就拍過來了，見到球迷黃台陽站在那裡，是的，球迷陽就站在那裡，但不過呢就即其實場裡面就應該看到的，因為這個呢就是龍門口後面那個位置，一個大電視下面的一個位置，其實如果你入場的朋友其實應該都看得很清楚，是的，那就連中國球迷那邊都應該會看到過來，咁系咯，不过就唔即系传媒嗰方面就我睇过苹果新闻啦、啊，同埋 ON Dog TV 嘅直播现场系就影唔到我哋嘅，应该就即系故意噶啦，呢个一定就应该就净系得啊，故意唔影噶啦，就有影到张相一张相咯，就系就话有球迷系拉呢个咁嘅 banner 咯，就冇标注话咩组织，咁其实我相信佢哋都唔会唔知嘅。咁样啊，球迷黄台阳系咪啊？系咪球迷阳？系咁讲下场波啊，场波点睇啊？一比一系，其实我觉得场波开头都系揿住打噶，即系佢哋都猜到下系啊，但系之后都唔使话到半场，半场前都已经开始掉皮嘅，半场系啊，开始断晒猜唔到，俾人揿住打。其实成个上半场咧，都我觉得系踢得好过广东，即系特别系分边啊、叠啊上去嗰啲咧，都系做得好，系争就系争在上半场啦，就系争在出波啲准程度。好多球都是即係未入到禁區就被人清咗啊！第一場有球好靚嘅喎，差唔多空曬。第一場上半場。上半場係啦，咁啊有一球就係猜得好靚，就中場即係打一個小組，跟住就直接送個直線上去，跟住個前鋒係邊個？嗰一球抄咗。要睇翻。或者我哋可以去一去精華片段俾大家睇一睇先。好啊，播精華先。點啊？精华咧，琴日随即先踢完省港杯首回合嘅香港队，呢日元旦一大朝早就要出发到广州，为嚟紧星期日嘅次回合比赛作好准备。咪睇伊达笑得咁开心啊，佢都不知几攰啊。So are you tired? Yeah, very tired. Yesterday and from today no sleep, you know. I almost back home at 12 o'clock.And then stay with my family and home, my small baby, you know. I enjoy, so I maybe sleep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嗱，首回合就1-1打和，咁次回合有冇信心赢翻先？My team is strong. 伊达咁有信心，唔知队长陈俊乐又点睇咧？一定要全力以赴咯，即系比我哋喺主场要踢出更加好嘅表现啦，咁先可以赢过。次回合港将杀手卢林都会复出，大家真系要睇住啊 ！ONTV 东网电视体育台报道。其实第二条片先系精华，系系啊，
你又播咗个赛前花絮，咁都 OK 嘅，都 OK 嘅，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唔好意思，我哋有 operator 黄台阳，卫星信号有少少问题。有少少出错。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冇错。讲啊嘛，你 send 咩俾我啊吓？好，而家再去片。系。卫星信号有少少问题。12月31日除夕夜旺角场一样咁热闹啊！一班球迷摆低自己嘅私人时间，就系为咗支持香港队。省港杯首回合同世界杯外围赛一样有精品买噶，今次仲多咗一个月历添啊！呢个影相布景咧都好正噶，记录晒香港足球队最美好嘅时刻，我都想影埋一份啊！呢一场仲有好多名人入场添，有虎哥李志豪，有光 Sir 杨正光，仲有英雄辉都齐齐撑爆香港队啊！上半场广东队又入波先，改变方向1-0。之后咧40分钟，伊达一个靓角球，陈俊乐喺无人看管底下顶入。陈俊乐啊，呢个波开落出嚟个落点相当之靓啊！伊达最后港队同广东队打成1-1，完场之后伊达都好受欢迎啊，好多 fans 咧都争住同佢影相。队长兼入球功臣啊，陈俊乐都好开心。即系自己有啲意外啦，同埋兴奋。首先多谢教练信任我嘅能力，可以俾我做队长啦。咁自己就希望藉住入球可以增强自己信心啦，同埋可以令到球队可以喺下场波踢得更加好咯。今晚场比赛够晒精彩啦，希望1月3日次回合都一样咁精彩啦。ONTV 东网电视体育台报道。系啦，翻到嚟，咁就啱啱睇完条片啦。其实啱啱访问呢个李志豪咧，那个镜头后面其实见到我哋个 banner 嘅，要提一提系咪？系啊，要故意提一提。我哋其实真系做紧嘢，因为真系除咗我哋唔系时报之外，真系冇其他人口号话打倒共产党咁，做过啲乜嘢咧？其实系咁，不过。嗰、那個搞笑嘅地方咧，就係、是、啲保安咧、啲格咧，都係唔阻我哋。唔係佢，我即係我帶嗰塊嘢入去嗰陣咧。係啊。之後嗰個阿姐根本都忙撚到都唔知道我入咗去。啊，係係啊，即係佢一隻手喺度摷緊兩個袋嘅，即係後面有兩條一齊行。個個都咩袋？勁戇鳩咧！係一開頭喺度諗點樣帶咧，死啦！使唔使掉入去？掉入去得唔得咧？點知原來咁鬆散？係啊，因為塊 banner 就好大塊嘅，即係你話要遮住佢，其實好難。即係你一揭開個背囊咧，就應該會見到塊 banner 噶啦。不過係啦，咁佢又夠 hea 咗啦，咁所以就帶咗入去。不過帶咗入去舉完之後，舉嗰陣都冇乜反應嘅，周圍啲人係嘛，都冇乜特別講啲咩。都係講下加油啊！有咩？有啊，有啲阿爺，有啲哥仔咯。呢個就係我個人覺得係好意外嘅地方咯。因為如果你講緊我以前4-5年前，講緊係亞洲杯都曾經有人試過係攞呢個龍獅旗入場嘅。咁嗰陣時係好似係大球場踢㗎啦，有一場比賽，我記得好似係亞洲杯嚟嘅。咁就其實有一兩個阿叔係屌到真係飛起，即係衝過嚟想打嗰個人咯。即係喂大佬。喂，大佬，我哋回歸咗咯喎，你即係香港係屬於中國嘅地方，點解攞張龍獅旗出嚟啊？咁樣，即係所以我覺得依家好似係有少少形勢逆轉咗咯。即係我哋琴日攞張咁嘅 banner 出嚟，我哋附近嘅球迷完全冇任何嘅反應，完全冇一啲。其實有啲啦，有少少。我坐完全聽唔到，有個阿姐嘅，跟住我舉完 banner， 我哋舉完 banner 之後咧，跟住收翻咧，先發覺佢咧就唔再坐喺我哋前面嗰排啦，即刻落咗去一排、兩排、三排。係啊，我就係聽到隔離嗰個人話，左邊有班僆仔問：喂，加油啊！我支持你。咩坐遠啲啊？都唔知會唔會一齊俾人拉。被抽拉。有啊，就話會被抽拉啊，大鑊。跟住仲有另外，我右邊有對情侶就問咯，話咩你陣間會唔會坐翻低㗎？睇唔到喎，後面個 OK 嘅，佢都冇。係我支持你哋啊，不過咧唔好影到我，不過唔好影到我。嗰排係兩邊都有人，
一見我哋舉就四散，我另一另轉頭兩邊冇曬人。梗係啦，不過都有啲有啲球迷好就好在走過嚟就啊加油啊，仲有啲係認得我哋嘅，認得你咯，有一個係嘛？有人認得我，有位 uncle 好似同你打招呼。係啊，同我打招呼，叫我哋加油，之後又話一陣落嚟揾我傾偈咁樣。係啦係啦，都係嗰啲，都係嗰啲。係咁啊，舉完咁跟住就坐翻低啦，咁開波，咁跟住就兩個保安係嘛？佢哋先至應該係後知後覺咁樣學過嚟，即係足總啲人咁又啲職員咯，咁又啊勸喻我哋啊，不如收翻塊 banner 啦。係啦，都俾咗咁多時間你哋去 show 啦，夠㗎啦。即係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唔錯㗎啦呢方面，即係佢喺幾開通咯，好開明咯，好明顯，即係佢都知道一早晨早已經知道你舉緊，然之後佢可能壓制住啲保安，即係冇咁快收佢哋啦，即係都想俾個機會我哋表達我哋想表達嘅嘢咯。呢、個我覺得係值得讚嘅，呢個係足總值得讚嘅地方。喺佢角度諗啊，如果佢派啲人走上嚟收啤打咁啊，仲大鑊。咁係，即係你唔知班又係俾人屌到撲街咯。黐線佬唔知會做乜鳩噶嘛，即係可能無啦啦。唔知啊，唔知啊，喺球場攞跑咯，係啊，費事衝你衝咗入球場咁啊，大鑊啊，咁所以佢都冇乜點樣理，我覺得佢理都理唔到啦。如果佢要理啊，更加上新聞添，根本。如果佢走上去，跟住我哋喺度擾攘，跟住喺度同佢就大班人撞啦，肯定係咯，係咁跟住啲記者一定影相，咁啊係，咁所以都係。不過無論點都可惜呢場波就冇播國歌啦，都係始終係一個省港杯嘅賽事咁。佢唔係一個國際賽，所以就冇一個播國歌嘅環節，就冇得玩，即係呢個噓國歌嘅時段咯。係啊，係啊。我諗噓國歌其實都有大部分球迷都未接受到。係咩？即係我又覺得唔係。唔撚明做緊啲咩咯？咁點解你覺得唔係咧？係因為真係好多人噓咯，之前入場都係。我覺得係，因為呢個世界盃外圍賽，即係咁多場香港隊嘅表現，其實。慢慢個形勢你見到係慢慢逆轉緊，啲球迷開始接受到，即係一個新嘅本土意識咯。我覺得某程度上都可以感覺到球場或者球迷都係一個孕育本土意識嘅一個搖籃嚟。睇你點睇咯？其實我幾歐嘴咧，係佢大電視咧，即係我冇入場睇波嘅習慣㗎嘛。佢個大電視咧就播翻好多港中大戰嗰陣啲片段啊，就不斷係咁喺度出啲 Hong Kong 咯，係㗎 ，Hong Kong VR Hong Kong。其實嗰啲片係會令人有本土意識，然之後我咪問李永昇係咪係啊，不嬲都有，原來唔係咯，係即係近排先加落。近排或者今年咯，因為其實我相信其實佢依家請咗個 marketing 咧，我覺得其實係屬於有少少本土派，係啊，當然佢足總主席甚至乎高層，佢一定係親中或者係建制嗰類嘅。但係好明顯 ，marketing 嗰度做嘅嘢，好俾我哋感覺到係有少少本土派。個 marketing 都真係幾有前瞻。係啊，你見到即係佢有一個T 恤咁出產咗，就係、是限量喺中國對香港嗰場，貨中國對香港嗰場嘅，咁就佢後面寫即係撐自己人咯。即係我覺得呢啲字眼其實，如果佢唔係一個有本土意識或者覺得呢個意念係好嘅話，佢係寫唔出呢啲嘢嘅。即係你對住中國，你寫撐自己人喎，即係你覺得你反而有少少大中華交，你都唔會寫到啲嘢出嚟。撐自己人，阿曾俊華都會講啊，撐自己人。同埋我覺得個 marketing 都真係幾有前瞻性，佢知道要去推廣足球，可以用本土意識，可以用政治去。連落去，咁而都見到有啲球迷都好明顯係即係啱啱入嚟睇，即係幾對情侶咁樣，係咯。係如果講到追溯到最初頭就係、是、當然係中國足協就出咗一個海報，就話即係有層次啦，講香港隊，咁就即時香港嗰個足總嗰個 marketing 即時就有一個回應，就係話整多一張海報去回應佢。咁呢個係最初頭，係最初頭一個好快嘅反應係做出呢個反應咯，係咯。同埋嗰陣張海報，中國出嗰張係寫住中國對中國香港嘅，如果冇記錯。但係香港足總出嗰張咧就 cut 咗依個中國，就淨係香港對中國咁樣嘅。咁所以係咯，都真係幾好嘅足總呢個 marketing。咁啊，講翻場波啦，講翻場波嘅戰況啦。咁如果我自己覺得個戰況分析嗰度咧，就我覺得其實喺個前場其實佢香港隊嗰個功力係有少少
薄弱的，因為你、如果大港腳那裡其實一向就會有、陳少琪啦或者是麥基啦做一個單箭頭，那就是一個中鋒的形式咯。但是見到這隊香港隊其實他入選的人就沒有一個是這樣的角色，就用緊就算、正選那裡林學熙都是踢緊南華的，其實是一個副鋒的位置、嗯、就其實對面對著廣東那兩個幾高大的中堅呢，其實是牽引不到他咯、嗯、即是變了、一個中鋒的球員對這隊球其實都幾緊要，因為他做組織不算話做得很勁，除非你好像巴塞那樣，即是你是做地面，那你不需要一個高大前鋒去拉散他們的後衛，但是可惜他們組織的方面即很明顯看到他們是沒有默契這班年輕球員、嗯、因為其實、都是剛剛拉閘成軍，可能練球練了幾場，是的是的，其實雖然他們大家都是年輕球員，但是都是來自不同的球會、嗯、即雖然大部分都是飛馬，但是有部分幾位球員都 是其他球隊組合而成，所以就默契都有少少需要有待磨合咯。咁但係見到新入籍嘅球員，即係伊達都可以做到一個老大哥嘅角色去帶住隊波踢咯。即係見到佢好多入攝或者俾波做到嗰個派牌，係牽動嗰個攻勢出嚟。嗯，你頭先講嗰個前鋒嗰個問題咧，都真係啱。即係你長期咧見到佢哋猜入去，係猜到，但如果佢係即係送入去啲過頭波咧，係即係禁區入邊咧係冇人接應，或者好多時候你見到隻翼咧落到底啦，禁區入邊一個人都未有，或者啱啱禁區。見過幾球波出嚟咧，好多時候都真係過頭波就真係過咗頭啦，過曬頭，過曬頭咯。變咗如果你有一個高大中鋒，你可以變咗 head 落嚟俾翻中場，或者自己做一個攻門都可以。咁所以呢方面係值得考慮咯。即係林學熙尋日係嘛？係主要林學熙做一個前鋒，唔算高大，唔算高大。佢喺南華都係打一個喺中鋒後邊嘅一個前鋒。所以在這個點嗰度就比較薄弱啲咯，即係如果你下次回合你想贏的話，其實都是要用翻多啲中場組織上去。佢、嗯、組織都做到一球嘅，就是、一個小組三角咁樣彈咗上去，有一球彈刀，不過那球就七碼就攞得炒曬，係啦，七右邊咯，但係七碼到就炒咗，都幾離行離啦，都幾遠幾離譜。係啊，如果唔係就一早就領先咗。嗰球係啊，嗰一球單刀之前咧，廣東隊都未入波。係嗰球單刀之後，大約五分鐘至十分鐘到，廣東就有一球頭先精華睇到啦。佢都係無人看管喺左邊自己拉完。嗰球都幾靚，係啊，無啦啦起腳就可以叫。嗰球係幾suddenly咁樣去起腳，咁結果就掛網。其實除咗嗰一球之外，我都幾欣賞兩位中堅，其實。都是年輕球員啦，就呢個張智勇同埋呢個梁樂恆。張智勇尋日係好勤力嘅，都即係你見佢好多即係前面甩漏都係佢包曬、嗯、清手係啊。係啊，即係以一個比較年輕球員喺香港嚟講，打一個中堅嘅位置都，我覺得都算稱職嘅。雖然輸咗一球，但係都唔係佢哋太大責任咯，都係嗰球波都真係寫得幾靚。係啊，係啊。不過啊，係咯，咁之後好在就係、是。之後就是國球啦，無奈是尾段嚟。咁追翻一球，上半場你話香港隊入國球，係啊，尾段上半場39分鐘，39分鐘係啦。咁伊達開咗球，好靚嘅國球啦。雖然佢其實成場咧啲死球都唔係話開得特別好嘅，係啲罰球都處理得唔好啊。係啊，啲罰球都係唔知即係射咗個地波出嚟咁樣離行離辣咁樣。嗰幾球即係有幾球係外邊嘅自由球，都係斬得有少少啲落點差。不過就係即係都係。有翻啲底子啦，咁啊嗰球國球終於斬咗球靚嘅，咁就阿陳俊樂係啦，咁就隊長係啦，嗰個頂得幾好，咁啊頂得幾好，因為佢其實陳俊樂係啦，咁佢其實呢場波真係打得幾好嘅，咁佢其實本身打嘅位置係一個防中嘅位置啦，咁佢能夠喺頭頂功夫都做得咁好，即係個角球嗰度入花球追平，其實今日真係攞曬滿分咯，即係佢都亦都戴上呢個隊長嘅章啦。今日因為佢其實好年輕嘅啫，咁就19歲，咁、可以有一條片可以介紹一下佢年青嘅時候，佢14歲其實係踢過呢一個彼得堡嘅青年軍嘅喎，都係啊。
外地教的例子真的不算多的，而香港足球员去英国踢球一样那么少见。13岁的本港少年足球代表陈俊乐加盟了英冠球会彼得堡的14岁以下青年军，他的梦想是能够成为英超球员。从世经已以进军英超做目标的陈俊乐向前逐步迈进，他被一个赞助计划选中了，获全数奖学金去英国读书踢球四年，代表学校和彼得堡比赛的时候获邀加盟。他说这个机会是努力再加上运气拿回来的，如果自己的能力是出众一点，但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一样不行，而相反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去升任也不行。留英三个月已经习惯了当地的生活了，欣赏英国的训练相当之系统化，星期一至五都会有操练和上课，而在星期三就会有比赛时间，因为早前即加入了彼得堡的球队签约，所以就星期六又会有些比赛。在六月完成今季之后，他会继续找落班的机会，初步就希望能够先加盟雷丁的青年军，终极目标就是穿上爱队亚仙奴的波衫踏上英超赛场。他在香港读书的时候经已赢过不少奖项了，亦都是东方的青年军，曾经指导他的东方客席教练就做过英超富含的球探，他说英超之路是很远的。 Because Mark has done very well to get offered a contract with Peterborough, but this is three leagues below Premier League, but Mark will have a chance to improve from this standard. 终于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球员的挑战，因为有英超梦的人有很多，大胆讲一句，大部分的男仔的成长过程里面都有过最少一个的足球梦，但这个梦往往因为其他外来的因素而达成不到，就好像学业、就业，又或者家人认为踢球没有前途等等。我觉得应该趁这个时间去搏去试，将来不得翻转头再读，好过你说现在哎，不是啊，等最少都考埋会考先，跟住先搏，其实可能是过了这个年纪，过了这个机会。起步的路已经铺好了，能不能够梦想成真就要靠他自己的一双脚了。睇下报段啦。好，唔该晒。新闻报道员啦。系咁呢段片就讲佢即系细个嗰阵时咧就14岁啦，就因为一个叫做梦想成真嘅计划嘅一个奖学金就去咗英国受训咗四年，咁就佢期间彼得堡的青年军就邀请过去加盟，咁嗰阵时都四年都是踢彼得堡。唔系喎，佢系讲佢话去过曼联、纽卡素，即系好多唔同英格兰嘅球会都可能跟操下咁样，上下堂咁样咯。即系佢连续四年都系冇断话，一路留喺英国，系不断去唔同地方受训咁样，系咪啊？系咪啊？都应该都好似系，因为佢应该系2013年先翻嚟香港，咁佢嗰阵时期间。他讀一些英國的即足球學校，即他一半就會是上堂，一半就是會踢球，即他一至五都會有練習的、這些就是英國即是那邊的足球體系。 他自細已經跟一些鬼佬、外國人或者一些即黑人球員，你都看到新聞片裡面其實跟這些人踢球，跟香港學界那些成長其實差很遠。那他現在在哪裡落了班？他在13年其實回到香港就踢這個橫濱FC，然後最近上年就踢這個YFC奧迪，跟著現在就去了飛馬，即是現在就香港飛馬。今季才去飛馬？今季先去飛馬啫，係啦。咁而家佢有冇正選咧？知唔知係佢飛馬？佢都有嘅，佢都有。係啊，咁係咯，即係香港一種咁樣嘅外流球員咧，其實係應該更越嚟越多先至係。其實一定要，因為你單靠香港，佢本身嗰個所謂即係投入去足球俾你訓練嘅機會都唔係唔多咯，同埋一定唔夠外國嗰啲。同埋，即係如果你想香港。整個足球水平，即係去一年一年咁提升，其實一定要去不斷 send 啲後生仔出去。係啦，但係所以佢翻到嚟香港當然有機會先得啦。係啊，都好可惜嘅，即係我覺得佢有個咁嘅底，其實最好其實都係離開翻香港去。譬如如果你話日本嘅話，你譬如日本嘅次級聯賽可能 J2， 咁點都會好過香港，或者中甲、中超嘅青年軍，或者係。開始踢起，然後去中甲的球會都有機會會外流的。不過即係佢又真係特別
又唔係好彩嘅，即係好在佢爸爸就肯俾佢。係啊，頭先啲片段都講到啦，肯俾佢由細到大就開始踢。其實好多好多父母都會覺得即係踢波冇前途噶嘛，即係會覺得你花咁多時間練波，咁你咪落耽誤咗你自己學業，變咗你。如果你踢波又踢得唔好，咁你到時咪高不成低不就，好多好多，因為好多呢啲咁嘅因素，令到好多球員即係佢本身係好有天分，但係喺香港出世就自然會已經輸咗，會輸咗啦，係啊，喺踢波呢方面係啦，係啊，咁佢今次入咗啲球波，即係更加多人注視佢啦。其實呢近呢幾場波，甚至乎之前南華對傑志，其實都可以見到。新聞報呢其實都有一定有球探呢是報曬在現場，因為世界盃外圍賽之後，其實很多中甲中超的球會都來了香港看看我們的表現。其實最近都有很多球員外流，或者一轉頭都可以介紹一下香港，即是最近究竟是有些什麼球員轉會，即是本地球員的轉會消息都可以講一下的。嗯，是的，咁係主要係因為係香港對中國嗰兩場特別打得好，係咪關事？都一定關事啦，因為其實中國其實出嘅人都係已經係精鋭盡出噶嘛。你能夠兩場波可以守和到佢，雖然你係一面倒俾人攻，但係你好明顯你係有一踢咯，即係你見到，因為中國咁多隊球隊，你暫時好似已經係精鋭盡出。好似一月之前。如果你註冊的話咧，就會計一個叫做內援。嗯。咁如果之後咧，其實中國足協都開始改緊例㗎啦，即係開始唔想俾香港球員做佢哋嘅內援啦，叫做即係佢之後咧改咗制咧，就係、是、會當中超咧就會當香港球員係亞洲外援咯。嗯。即係佢都承認咗香港唔係中國。係咯，分開計喎。即係佢自己都承認咗㗎，其實。輝過。係啊，係啊，即係貴州人喎。係啊，因為咁樣。呢個因為一個原因，龍門係唔俾即係。亞援又好，外援又好去做嘛，一定是要他自己中國球員去做，所以這個更加難。是龍門不讓的，是有一個特別規條，龍門是不讓的。咁其他有原因的，知唔知啊？係咩原因？即係港隊咧，其實都係喎。港隊個龍門咧，係即係如果港隊啊，就通常咧都係即係佢啲龍門教練咧，係一直係想用翻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係啊，你啊，唔想用一啲入籍嘅，點解咧？因為始終龍門嘅位係最重要。即係一定要最一個最信得過嘅人先可以做到代表你國家，或者就我哋覺得係國家啦，咁佢哋覺得係咩唔理啊？總之對代表翻你自己屋企香港嘅地方把手。不過香港嘅外援門將就會比較少啲，因為其實如果香港聯賽咧，你有限外援名額，好多時候都會用咗去。一啲前鋒啊、中堅啊嗰啲，或者防守，最多時候就中堅同埋前鋒位置，因為你中堅你好需要一個身型，咁你香港球員可能未必做到呢樣嘢，所以就用一啲外援去補足翻。咁龍門就好少嘅，所以咧就都比較少外援嘅門將出現咯，係咯。好啦，咁今節休息一下，咁下節再翻嚟。係，我哋播一播首歌，就《黃金入球》就周國賢嘅，係啦。踢出我天地啊！踢出我天地主題曲。